我是铁道旅行安排的 Rob，在108年1月14号，鼓山站18点11分，所发射的是列车，通过或是进行啊。哦，有列车又要通过，应该是5139海星号，稍稍的一点头，加89橘光号车厢，新式自动的橘光号，在鼓山站准备通过。电头新式自动的橘光号，5139海信号草中的一电头加8级橘光号车厢，新式自动的橘光号，在鼓山站准备通过。车厢新式自动的橘光号，在鼓山站通过了，谢谢各位。有些面馆站都点不到橘光号，没办法。